来玩这款游戏《影业大亨》，男与女啊，我们选妹子。超巨型的奇迹都市竟然有配音，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公司都聚集在此，无数个街区，热闹的影院，繁忙的剧组。但在中文字幕以之外啊，下方还有英文的。听到消息，要走向国际化了吗？小维为了帮我而受伤的事情，我在小维影院附近租好了场地，打算试着拍几部电影之后再告诉小维。拍摄电影需要艺人，我已经提早联络了几个不错的艺人，他们今天应该会到公司来面试。好了，进入正题了吗？来了三个艺人，老板先看看资料吧。这次没签的艺人，以后等我们有新探了，也能再行联络签约。哪一个好呢？我们老板选好之后，马上就会签约。Lucy， 很快就好了，毕竟是来科幻片。谢谢。给他起个名字，热来。摄影棚也做好了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摄影棚就在这里了，摄影棚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。好，现在就开拍第一部电影吧。希望是科幻片，希望是科幻片。摄影棚启用，拍拍。我们公司刚成立，暂时只能拍摄等级一的电影。等级一的剧本吗？你买来要不要帮我们的电影换个更响亮的名字？还可以更换名字哎。算了，我就直接都用系统预设的就行了。轻松驾驭这个角色，只能先派临时演员上场了。来吧，有两个正式艺人之临时演员，女主角，其他的配角。开始拍摄吧。每位艺人对不同剧本，临时演员他是不具有提升影片品质的。我刚刚有看到，反应还算是不错。这个剧本要拍成什么类型的？我们拍个动作片好不好？类型还是太少，但说不定刚好很适合这个剧本。电影品质越高，票房就有可能越高，甚至会引发流行，成为卖座巨片。哦，杀青了。星探就找来了，招募艺人，要请他帮我寻访新艺人。卓先生您好，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，很荣幸您能选择跟我们合作。我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眼光，新艺人是个很有潜力的公司。多谢您的信任，相信在您的帮助下，我们公司一定能签到业界顶尖的艺人。终于有两个正式艺人了，期待我们公司下一部电影。我有第二名艺人了嘛，所以我就会增加票房成绩了吧。对提升电影的品质没什么帮助，主要就是要多招募艺人，其他都是陪衬的。演员就开始拍摄吧，看看这次艺人对剧本角色的发挥程度。据说有的公司只按照主流观众的调查意见，这个类型啊，叙事片的艺人都有其专属技能。发后会有非常不错的效果。游戏本身在进行不删档了，封测啊，所以如果你直接玩下去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档案也不会被删掉。那游戏的特色嘛，大概就是培养艺人吧，然后选择拍摄的题材啊，然后搭配该题材比较适合的演艺明星哦，来创造票房。
大致玩下来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评论区有玩家留言说这款游戏跟王牌制作人很像，那官方的回复是说他们是同一个团队做出来的新作品的，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反正这类型游戏也大同小异嘛，是不是自己玩的习惯就行了。只不过前导剧情还是挺长的哦。好了，一人可以去进行升级。还是无法拍出更高品质的电影。拍了电影的那些艺人应该都提前完成任务。希望这次拍摄能够有个合适的剧本。需要拍摄一部新电影，又要开拍了。可以开始拍新电影啦。就把拍电影当作在推广卡吧，拍个灾难片好了。死亡猎杀。灾难片一样。哇，其实我是觉得这种临时演员加入是没问题啊，但是如果能导入一个要素是说临时演员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会有串起的机会啊，所以如果把这一块投入概率，那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奇啊什么的。好，我个人会是这样觉得的。啊，要开始拍了。这边，哇，我是把它，哦，真的，哦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拍摄更高等级的电影，我用了三寸不烂之舌，终于又说服了一家影院。5.8分 ，A 级。平均起来是三星了。我可以关掉吗？可以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星探这里，我要给他抽一个。哦，一个男生。好了，拍电影还是要有一些男性角色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找第一个吧，值班经理。游戏品质还算是挺高的哦。版权部建造，荣誉室建造，星探部。行销部可以增加金币的获取速度。诶，那刚刚的版权部是什么？啊，解锁了市场，继续看一下。版权部是增加销售能力啦，荣誉室经典作品可以去进行展示。我是觉得在做一些切换画面啊，节奏有稍微慢了一些啊，如果快一点会比较好。切换画面了。现在在推广宣传，哪个杂志？随便一个，这边更多可以去进行推广哎。秘书特权，秘书特权是什么 ？VIP 啊？啊没有哎，只要花170吧，就解锁了特权了，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。每天可使用一次秘书特别寻访。感觉不错，170块还挺便宜的。好了，这边我们看还有什么地方。艺人啊，目前我就是这几位。啊，这个也把它升一下好了。相关奖励福利。手厨送这位关智文明星呢，还送这个雷公索尔
名称不一样，音同字异。然后这边是厨子的，还有月卡特权，刚刚那个是170嘛，然后再花这170、340再加这个哦，830呢，就是一套830了。秘书特权170嘛，再加这两个，830块，可以让你畅玩一个月，得到高度游戏体验吧。宣传，我要进行巡演了。拿到礼物、经验值还有金币。那初期的话，就是一直跟着任务跑吧。如果正式公测的话，期望一下有比较好的福利啊，或者是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艺人嘛，比较能吊观众胃口的艺人，也不用说特别受欢迎，没问题的。公司任务解锁了，累积完成一个公司任务，左上方这边，荣誉是。好，任务又完。荣誉票房。荣誉总票房。这是我目前的吧，目前的成绩啊。星探，好了，没得抽了吗？好像有。拿到一模一样的，它好像会转化成碎片。哇，这只的碎片已经更多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圈，有什么巨星？哦，苏子琪、文宇山、林玉言、谢丽敏、尼可拉斯、乔安。好，这边就有很多的艺人，目前都是未签约的。好，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